才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珊珊，我看风腾一直都没有来医院，都是让小张和秘书过来的。难道他知道你没告诉家里人你们交往的事儿啊？嗯，而且为此他还跟我生气了。生气了？嗯。那么较真儿啊？嗯。我跟你说啊，嗯，这可是件好事儿啊！你想啊，这说明他在乎你啊。嗯。换做我，我也生气。那所以你也觉得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跟我爸妈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感情这种事儿吧，也不大好说。不过我倒是挺同情你的，叔叔婶婶可不像我妈，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嗯，他们要是知道你跟一大老板谈恋爱，估计肯定会觉得你们的身份悬殊太大，会担心你，怕你受到伤害的。就我叔那脾气啊，说不定很有可能直接把你拎回老家了。嗯，嗯，依照我爸的个性，真的是非常有可能。嗯，所以说呀，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俩真是苦命的好姐妹呀。唉，你说你爸要是和我妈的脾气能中和中和，那该多好啊！想得美。唉，太悲催了。阿姨，薛小姐，你怎么来了？我过来帮忙打扫卫生。那怎么行呢？我是来领钟点的，怎么能让客人来打扫卫生呢？哎，没关系的，我跟我的家人都借住在这里，如果连卫生都不帮忙打扫的话，心里会过意不去的。不用的，我自己来就行了。啊，没关系，我会的。阿姨，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啊啊，好，好吧。嗯，那你随意。嗯，先进去了。好。好。薛小姐，你能方便过来一下吗？哎，好，我马上过来。薛小姐，怎么了？阿姨，这洗脸台上本来放着两个水晶做的漱口杯，像其他房间一样。嗯，可是这房间怎么只剩下一个水晶杯了？啊，水晶杯？是啊，这杯子是水晶做的呀。对啊。哦，薛小姐，你看。这是严总特意从欧洲带过来的，你看这一套是6个，你看呢，那里少了一个，你说叫我怎么办呢？那不就要我半个月的薪水吗？那个房间是大伯母住的，该不会是大伯母把漱口杯给带回去了吧？薛小姐，怎么办？
要是封小姐知道的话，怪罪下来，那我好几个月的终点就没有了。嗯，薛小姐，麻烦你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你的家人，是不是他们不小心带走了？而且，你还可以帮我作证，这水晶杯啊，不是我打破，也不是我弄丢的。啊，好了好了，阿姨你别，拜托你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麻烦你了。啊，你别着急别着急。我呀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水晶杯啊像宝贝似的被供在客厅的柜子上的，我和你爸已经把它打包好给你寄过来了，这几天你要注意一下包裹啊。哎呀太好了，幸好找到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风月交代了呢。哎妈，你是怎么跟大伯母说的呀？哎你们千万别起争执啊，我想大伯母应该不知道这水晶杯这么贵，只是顺手可以当水杯得了。你爸说了，哪怕就值一块钱的杯子也不能这么顺手带回来呀。哎呀真给薛家人丢脸，再说了真不知道价钱的话，至于供在柜子上像宝贝似的吗？哎呦谁给薛家人丢脸了？三三，那就先这样啊，再见。药取来了是吧？来来来，你先进去，把药熬出来让爷爷喝啊。来来来，进去进去，来去啊。哎，他怎么了？是珊珊打来的吧？是啊，三三说借给我们住的公寓里呢丢了一个水晶杯，价值大概是三三半个月的工资呢。这杯子要那么贵啊？那可是个宝，怎么会丢了呢？说不定啊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顺手牵羊，也有可能是弄碎了怕赔不起藏起来也说不定啊。现在没事了，水晶杯已经找到了，也已经寄还给了人家。找到了，那就好那就好。我炉子上还热着汤，我先回去了啊。不过一两个月没来光顾，怎么变难吃了呢？原来味蕾也是由奢入俭难呀。唉，还真是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风腾说的要习惯的事情。大伯母就算不知道水晶杯真正的价值，也看得出很不一般吧。唉，一个水晶杯对于封家来说只是个漱口杯，对于薛家却是个能供起来的宝物，两家之间的差距也够明显了吧。又误会什么？我真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还是打给当事人道歉好了。珊珊，真的不用道歉，没什么的，不就是一个水晶杯吗？哎，你看你们家人远道而来，我们封家也没准备什么见面礼，真要论起失礼来，应该是我们的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电话再来道歉了，真没事儿，好吗？啊，忙去吧。嗯，拜拜。珊珊啊。说大伯母啊，从公寓拿了一个水晶杯走，不过已经从老家寄回来了。水晶杯，是咱们从奥地利买的那组吗？对啊。哦，
借的公寓东西丢了，珊珊肯定张罗着还的。嗨，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收拾行李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的，对吧？这珊珊有点大惊小怪啊，还专门打个电话来跟风月道歉，这样弄得好像感觉我们大家都把她当贼防着似的，有点太见外了。可不是嘛，虽然那个大伯母我是真心不喜欢，但是呢，也不至于对珊珊家人有意见。哎，人都说呢，有其母必有其女，但我觉得柳柳人就不错。你看，个性低调，人也不浮华，可是跟她那个男朋友刘成浩还不行。你快吃点东西吧，啊，别说了。是我见过最勤奋、最有上进心的女孩，这是因为她从小是大伯母抱回来的，所以有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的选择，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她从小时候就是这样，就连长大了读什么学校、念什么专业，也都得听大伯母的安排。就连女孩子最憧憬的恋爱，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冯腾，这些是你这样家世出身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不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进来。大哥，风月没有其他的意思，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改变对珊珊的看法。我知道，袁静，我想问你一下，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要跟风月分手？坦白说，我想过。当初我就在想，和他分开了，可能就不会这么累了。但是我一想到和他分开，我就特别痛苦。而且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我都咬着牙根挺过来了。我想让他们，也想让你知道我是他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希望珊珊可以像你一样勇敢。其实你很棒。哎呀，齐帅身边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人啊？这不是前两天才说和袁丽书是一对吗？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我看这齐帅眼光是越来越退步了，这个女画家绝对没有文化人好看。哎呦，这种事情我可在微博上见多了。像这种人，哎，他的眼光可不是咱小老百姓能参透的。哎，珊珊，你跟齐帅比较熟？齐帅真的换新欢了吗？我不知道，我没听他提过，我也不听。怎么才从伦敦回来，齐帅就跟其他女生搞暧昧啊？还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伦敦的时候就不愉快。丽书没事吧？可是我现在跟风腾处于冷战状态，我又不能直接问他。哎，风腾，你看一下那个比纳公司是什么公司啊？我听了没听说过。既然要告我们生活能量 APP 侵犯专利，你知道这事儿吗？知道。比纳是西雅图当地的一家软件公司，我刚听说。
富尔特手机在加州啊，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我们的系统要进军美国，要和富尔特联合推出一款新手机。我估计他们是想利用专利来敲诈我们一下。这种事儿我倒是听说过，但是生活能量可是我们研发团队辛苦得来的结晶。凤腾，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跟这种专利流氓妥协啊！我当然知道。但是你刚刚说到这个生活能量，你和那个女画家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啊？风大老板，我以为你在工作时间从来不跟我聊私生活呢。好，不聊。走，带你去。生活能量是我们研发团队辛苦得来的结果，珊珊也有贡献，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步。下次的时间，我们共事。说吧，你和丽叔到底怎么回事？冷静期。冷静期？你们俩刚在一起多久？程晴，你把你跟何静的照片就那么抛到网上，你让丽叔他怎么冷静？你是我哥们，你让我怎么面对他？OK，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跟丽叔在一起。其实你心里明白，丽叔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他之所以跟你说我们在一起，只是为了气你，引起你的注意而已。这我多少能感觉出来。但是我始终相信你弄假成真的本领。如果只是追人的话，那有什么难的？所以你要追的是丽叔的心。其实你不是喜欢上丽叔，你是爱上丽叔。原本以为我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走错方向的人，可是我没想到，人一旦投入真感情吧，就容易变得迷茫。我挺不喜欢现在的自己。我相信啊，我一定可以充满电，又重新王者归来。丽叔，我有件事问你。丽叔，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呀？这个表情，该不会是不知道吧？天哪，薛珊珊，你就这样直接揭穿，实在是太难看了吧？丽叔，对不起啊，我真的只是想关心你，这没什么。丽叔。你别生气啊，郑琪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对，没什么原因。对了，我以前也看到过郑琪跟一些朋友都有抛过一些合照在那上头，男女都有，所以这也没什么特殊的啊。你真的别往心里去。没事，我跟郑琪分手了。为什么呀？因为风腾。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但是分手是真的。哎呀，你说郑琪这个人吧，
一看就是还想玩两年的。你说我哪管得住他呀？我们女孩子呢，总是想找一个能够让我们稳定下来的对象，就好像你跟风腾那样的。嗯，你也觉得那个风腾对我特别好是吧？就是那种，不管是在家庭还是事业上，都很专注而稳定的那种吗？当然了，难道你觉得风腾有哪儿做的不够好？我，珊珊，你最近跟风腾没什么事儿吧？没有没有啊，他一直都对我特别好啊。丽叔这么问，表示风腾并没有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不愉快。我能跟丽叔说，我觉得风腾实在是太好了吗？这样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哎。已经冷战三天了，风腾一则讯息都没有传过来，也没叫我过去他的公寓吃早餐，肯定是对我非常失望吧。在我们的故事中，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赶上风腾的脚步，成为配得上他的人呢？总不能依着风腾说我不想分手，然后什么都不管，就死赖在风腾身边，那不是应验了公司那些人的眼光吗？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吃黑豆，以后就不让你在大厨再做黑豆了。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蔓延，当你觉得害怕，有我挡在面前，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最近都没怎么看到珊珊来找我哥啊，而且我一提起珊珊，我哥脸色就不大对。丽叔，你们在英国伦敦的时候，我哥他还好吧？啊？哦，挺好的呀，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哎，上回风腾一下飞机不就带珊珊去医院了吗？没事吧？哎呀，那会不会是去医院之后见过他家人，发生什么事儿了？难怪了，上次吃饭的时候我提起了珊珊的家人，我哥就对我使脸色，我也没说错什么呀。哎，丽叔啊，是不是我哥提起珊珊家人什么了？没有啊，我没听他提过啊。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在我决定不爱你的时候。这幅荷花锦鲤是我特地为你画的。我想荷花这个题材通常是用国画的方式来表达，但是我想你从美国回来的嘛，应该会比较习惯西方的手法，所以我就用油画的手法来表达啦。怎样，还不错吧？的确挺创新的，谢谢啊。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啦，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看到他了。谢谢。你住的地方挺雅致的嘛，我方便参观一下吗？厨房也是我喜欢的风格，很有家的味道，不错。不好意思啊，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整理，家里挺乱的，就不方便参观了。谢谢你送我的画，改天我请你吃饭。今天不太方便，我就不送了。正面能量的支持，那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用？什么是正面能量？你刚刚说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这算正面能量吗？我想一段感情里面应该是要这么开心的。公司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诉讼，这样一来，下一季我们和福尔特手机的销售就会陷入很大的问题。福尔特手机已经给我们下了最后的通牒，一周之内必须解决。比纳如果执意要提起诉讼，我愿意奉陪到底。诉讼的过程旷日费时，肯定会影响到下一季的商品。丰腾才刚买下福尔特的手机，就陷入诉讼风波，因此造成的损失该怎么办？福尔特方面呢，也不想这样。丰腾，就让我跟比纳公司好好谈谈，我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一笔专利费。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周之内马上解决问题。不行，我们一旦坐上谈判桌，就表示我们承认剽窃。生活能量是我们辛苦研发的成果，不是剽窃。李法务，麻烦你配合郑总监，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找出反驳比纳的证据。知道了。
么你叫？我公司被告了。啊？美国有一家比纳公司告状丰腾集团奇帅和他的研发部生活能量是抄袭他们的专利。怎么凭什么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奇帅怎么可能会抄袭呢？就是。对啊，怎么可能？不可能。集团被告的意思就是负责任的人也被告了。啊，商场上你争我夺呢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没有剽窃呢也不重要，诉讼手段呢不过是途径之一，唯一的真相就是胜者为王。嗯，说的也是，像丰腾这种大集团经历的诉讼案件难道还会少呀？再怎么样也轮不着我们管吧。嗯，奇帅。哎呀，放心啦，奇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哎呀，没事没事没事的，没事啦。哎，走走，上班上班上班。是不是顶尖人物的世界不一样，心脏也跟我们不同啊？如果我现在在丰腾的身边，吵得睡不着觉的人，搞不好反而是我。薛珊珊，你想追上丰腾的脚步，可实在是望尘莫及。唉，丰腾应该真的没事吧？哎，帮你签一下字。谢谢啊。嗯。哎呀，没到了。喂，珊珊啊，风月，嗯，杯子给你寄回来了，你哪天有空，我给你送过去啊。顺便请你吃个饭。这次真的给你添了麻烦了。哎呀，没事儿。哎，你要请我吃饭啊？太好了，我正好在家里闲得发慌呢，我立马就可以出门。啊，这样，我下午呢去给宝宝买几件衣服，咱们叫上丽叔一起吃了饭，咱们就好好逛个街好吗？好啊，好啊，那待会儿见啊。就这样了啊！哎呦，哎，手机响了，谢谢。珊珊，你觉得这个好看吗？喂，亲爱的，哪个？那个包粉丝就是喜欢粉嫩粉嫩的。好吧，知道了。可爱呀。对。那你平时好像都不穿这种装，怎么了，风月？哎呦，嗯，怎么了？年轻说了，他要因为比娜的诉讼案回一趟公司，所以呢就不能来接我了。李叔，我想打车回去。我也无能为力，我今天也没车。诉讼案怎么样了？你是关心诉讼案呢，还是关心我哥呀？其实依我看呢，这比娜就是专业流氓其中的一员罢了。新品上市之前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找麻烦。最讨厌这样的人了，看我哥怎么收拾他。嗯，我看呢，你是讨厌他们，害得严青不能陪你逛街拎东西，对吧？你不要戳破我嘛，李叔。哎，不过言归正传啊，珊珊，你千万不要担心，封家收到的起诉书，估计有你房子大小了吧？这次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就当他们免费给我们做宣传了。不愧是封家人。连遇上诉讼案都这么神定气闲，还有办法往好处想。喂，哥，我在逛街呢，我和丽叔还有珊珊一起。严青加班，你应该没有吧？哎，你能不能来接我妈？我哥说了，可以的。哎呀，不要这样干等着嘛，走，逛街去。走啊，珊珊。嗯。也是时候该见面了。
些号码不对吧？给我换成菜的吧。好的。珊珊，这个怎么样？你喜不喜欢？哦，嗯，你要不试试？啊，试一试嘛。对，你都没有这样的款式。好，看一下。小了两号，我刚刚是怎么塞进去的？怎么了？那个，你别着急，慢慢脱。哎，你这样脱会伤着自己的啊！没事儿，没事儿，等一下，咱们等天黑回来再脱吧啊！很快了。啊，怎么办？风腾就要来了。哎呦！你到了？哦，我们这儿还有一会儿呢。风月，要不然让风腾上来吧。哦，那行吧，要不你上来吧。只穿了一只鞋，鞋太紧了，脱不下来。这是要干嘛的？还在生我的气吗？把手放开。好了，这人这么多，先把手放开。先把鞋穿好了，我们再说其他的。风月，你们先走吧。哦。好了。有什么好想说？现在可以说了。那个，刚才谢谢你。你就是想说这个？不是，还有，对不起。风腾，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手，可是我也没有想过以后
我不敢多想，也不敢让家里知道，更不敢让同事知道。其实吴大心里面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可能在一起也不会太久。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我真的很害怕一些同事说你看他们俩在一起多不配啊，所以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看来你最近想了很多，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呢？薛深深，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一直存在，你要继续不自信下去，还是继续躲下去呢？所以我决定，我这次一定要考过 CPA。CPA？ 我之前说考 CPA 都是说着玩的，但是这次我认真的，我一定要考过 CPA。很好，薛深深。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我们的话题，怎么就转移到你的职业规划上去了呢？不行吗？冯腾，虽然无论是外表还有家世，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我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会在事业上努力一把。我肯定成为不了那个最好的人，但是我会成为最好的我。虽然我成为不了那个最配你的人，但是我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我来配你。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是为了别离，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